哎，师傅的表情都惊了。来，兄弟们，看到这栋楼了吗？美思威尔顿酒店，就是他们家餐厅在61楼，咱先去盘套啊。比我都高、啊，那不废话吗？行，咱这边多少钱位？188。开整开整，兄弟们，看看他家什么菜系啊？有没有主攻方向？哎呦我天，你看他们家虾摆的有意思啊，家跟排队似的。哎呀，龙虾龙虾，小龙虾，找着，再端个西蒸鱼，你再帮我端俩三文鱼。OK， 找着，来来来，牛腿来点，干就完了，干就完了。好嘞，来来拿个猪肘去。哎呀，大脆皮猪肘。这活儿弄得真板正，剩这么点了，咱直接给他断了算了吧。这就是陕西人的软肋，没，要不然咱就吃点面得了吧。那这不成了赔钱货了吗？来个肠粉，高高一高。陕西人的面，广东的肠粉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特别重要的，就相当于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，明白吗？哎，这里边还有铁板呢。哎，师傅的表情都惊了。对，烤串地道啊，行，我搁那边坐着呢，老剩人能送就不等着了，快走。来，兄弟们。刀削面，哎呀，见过吃自助餐现吃主食了没？今儿你们打个样啊！你给我夹的，我真能数清你去。嗯，真筋道，它这个哨子盐口挺轻的，应该再放点，再放点。哎呀，羊肉串。嗯，好个地，您看一下61楼的景色。一览众楼小，看这脆皮猪肘，哎呀，它这个看着就很脆，你看这皮上都冒泡。嗯，你看里边的肉都是瘦肉。哎呀，嗯，西陵鱼，芥末放有点少。嗯，来口肠粉。嗯，很滑的哦。嗯，你看最近这个评论区都说你长得像张一山，一直都是啊。那我是谁啊？你是刘星，我是鼠标是吗？吸一个。哎呀，酱油倒多了，齁咸齁咸的。嗯，喷一个。咋搞的？师傅，我这串好了吗？好了，我都要啊。走，哎呦，鹏哥，给你们客串的大绝了。合作。嗯，得劲儿。哎呀，这盘李子吃的老过瘾了。好了，吃饱喝足了，从黄昏到日落，61楼的视角去俯瞰这整座城市，在你的脚下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繁华。好，今天就这么着，嘎嘎地。嘎嘎地啊。